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造型？咋还背个盖儿呢？看两小爪，背的挺好啊，真会伪装。老铁们，十一点半赶海直播啊，喜欢的点个关注。风好大，那也挡不住我赶海。老铁们咋样？哎呀，这大白天，这还有个大黑皮儿。哎呀，哈哈，货不少啊，老铁们，看看今天的收获咋样？开门红，老铁们，刚到海边就发现一只赤甲红，咋样？个头还行。晚上开启直播啊，老铁们，喜欢户外赶海的给主播点个关注。晚上带你们赶海直播了，抓螃蟹、捡海螺、抠八爪鱼，含苞待放啊！这小海葵，嘟，哼，玩吧，嘟，看看这个开了，嘟，赶海发现小海葵，老铁们，看看。这一瞬放浴缸里能漂亮不？感觉一下，小海草啊，留着回家放浴缸里去，行吧？捡了很多，赶海的地方。